吴秋的杂货铺子。多少？各位老板别急，丽红小姐来见各位，怎么也得仔细打扮打扮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着吧，我先敬各位一杯。哎，那可不行，甄姨娘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是看在林老板的面子上来找丽红小姐捧场的。你今天要是不把丽红小姐叫出来，就算把你们整个宜春宴的酒喝光了，那也没用啊。对，哎，这哟。我说他今天怎么这么乖，肯主动出来招呼客人，原来是替吴秋拉生意。哎，让一让。哎，这先生，你要买点什么？哼，瞧他那穷酸样，顶多买几双袜子，几顶破帽，至于这么巴结？照这上面的货品数量给我准备好。水英，水英，
怎么了？你看这位先生的订单。先生，您请坐，我给您倒杯茶。您要的这些货，我们马上就给您准备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欢迎再来啊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车夫，走了。哎，好的，林老板慢走。诗音啊，没想到我们贴的单子这么管用，一下子卖了这么多货。走吧。外面来了一大群乡亲，要找咱们陈家算账。您却头上还包着纱布，好像受伤很重啊！快通知马总管。好，快让陈家的人出来，我们一定要问清楚。出来！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先不要吵，说一说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哼，我们来问清楚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钱交给赖家？交过了呀，已经准时送过去了。那为什么把我们的水源给堵死了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呀？没有道理了，这水租费一向都是准时送过去的。我也说没道理呢，你看，你看，泥鳅的头都给打破了。哎呦，谁这么狠心把人打成这样啊？泥鳅，你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我到田里巡视，发现田里没有水，我一路走到东家屯的水源区，发现水源居然被堵死了。他们一口咬定是我们的水租费没有交，结果就把我打成这样。等我和天成赶到的时候，他们的人已经走了，泥鳅的头就被打破了。你们到底要水租费了没有啊？肯定是交过了，水租费每月都是准时送到赖家去的嘛。既然交了，为什么还堵我们的水啊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还堵我们的水啊？为什么？大家回去拿家伙，咱们杀到东家屯去。对、啊，来，大家等一等，等一等啊！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你来的正好，都听我说。大家要冷静啊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免把事情闹大了，两败俱伤啊。还是让我问问清楚啊。我都问清楚了，陈家人说已经把水租费交给赖家了。交给赖家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水租费是谁送过？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把负责交出来，交出来！你们，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找到了福财，他也未必有钱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呢，先把水租费还清，请赖家把水源打开，那这样各位就可以继续耕种了。这么好？他说话能算数吗？哎，你说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们陈家会把水租费给补上吗？啊，没错，水租的事由我们陈家来还清，我保证从明天开始，各位的田肯定有水可用的。哦，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就是啊。另外，泥鳅的医药费由我们陈家来赔偿。你养伤期间，田里的农事由我们陈家派人来帮忙。你说的话能相信吗？有那么好吗？玉慧啊，那个乌秋答应大伙儿的事情，你同意吗？
得清醒一点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说错了吗？是我脑袋不清醒，我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。我居然跳出来说话，不但让自己难堪，还让你跟着丢脸。都怪我，都是我弄巧成拙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，是我的错。我天生只配做卖货郎，我不配当你丈夫，我不配做陈家姑爷，我更加不该鬼迷心窍娶了你。我土，我穷，我卑贱，我坐没坐相，吃没吃相，我横看竖看也不像个上等人的料。我活该入赘陈家，活该被人看扁，活该被人当成是偷地契的贼。顺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发这么大脾气。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想让我在大家面前，让我有说话的地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的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这么做会伤害你。别哭啊，别哭了啊！我刚才那个情况，我只觉得应该有一个男人站出来说话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别再提了，好不好？无情，你刚才说你娶了我是鬼迷心窍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？你真的很后悔娶我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到你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我只是你看看，这姑娘，娘替你找的。哎，这姑娘长得不错，你看看嘛。哎呀，你看都不看一眼，你存心气死我是不是？哼，我不管啊，再给你安排一次相亲，你这次要再搞什么失踪啊，我死给你看。哼，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急着娶媳妇就急成你这个样子吗？你懂什么？不赶紧给她找房媳妇，心里老惦记着陈家那断掌女。老爷太太，陈家大小姐还有马总管说有事找太太商量，现在人就在外头。哦，快请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去做什么？我去看看他们来干什么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是为了断水的事吗？断水？断什么水？他们上个月水租费没交，我把水源给断了。娘，你也知道镇上的农户全靠那个湖水灌溉，你把这水给断了，让那些农户怎么种田啊？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，这可是全东家屯的决定。
可是全东家屯的人都听你的。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我连自己儿子的婚事都管不了。三位请。我还能？伯父伯母，伯父伯母，你们好。伯父伯母。好。啊好。请坐，请坐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种田呢？您的意思是？那是当然，水租费交了，当然应该供水了。话是没错，账目结清就该马上供水的。不过今天不是结账的日子，况且我也没有心情跟你们结账。伯母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我儿子的魂魄啊，被人勾走了，到现在还昏昏沉沉、颠颠倒倒的。陈小姐，谢谢啊！总算有水了。是啊，一场风波总算是平定下来了。哎，平常遇到事情，我们的胭脂就哇哇大叫，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？就是啊，以前赖伯母说一句不中听的，你就要回敬她十句，刚才怎么手下留情了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按时交水租，是我们理亏在先啊。哦，胭脂小姐。胭脂小姐，江从，你怎么来了？伯父，顺英，胭脂，我是专程来谢谢你的。谢我？谢谢你替我说句公道话，我娘态度不好，也多亏你都忍下来了。你知道我帮你说话呀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忍让你娘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你怕我左右为难，有顾虑。胭脂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你知道就好，要不是因为你的关系啊，我早就把你家房顶给掀了。
所以我特地追出来，谢谢你手下留情。啊，伯父，沈英，我娘态度不好，我替她向你们道歉。啊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伯父慢走啊。好。哎，家从，你来看，这水啊都流到田里去了。沈英，你看他们两个，乡亲们都开始唱高兴了。赖医生啊，人还真不错。你女儿也不错。耽误的时间。哎，你看那边也在忙呢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饿死我了，才两顿不吃就受不了了。哼，等小黄回来就有吃的了。死我了！这是臭男人！哎，你在我房间干嘛？哎呦，快别说了，我都饿了好几顿没吃饭了。哎，快去给我弄点吃的啊！快去去。行啊，拿来。什么呀？钱呢？在宜春院，哪怕是喝口茶也得付钱呢。小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什么意思？我还问你什么意思呢？你躲在我房间干嘛呀？偷偷摸摸的还不敢出去吃饭？哎呀，这个……你别跟我嗯嗯啊啊的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可是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哎，他们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正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呀，吞了大家的水租费，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呢，说是找到你之后啊，非要毒打你一顿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哎呀，这都怪雷爸那个混蛋，追债追得太紧了，要不然我能这样？好了，我不管你那么多，我只管现在。你喝酒呢，就要给酒钱；叫菜就要给菜钱；要人伺候呢，就要付银子。哎，小环，哎，你不会不计旧情吧？啊？每个人都像你这么耍无赖的话，我还怎么过日子？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赶快走吧，要不然一会儿惊动了甄姨娘和保镖，把你交给镇上的人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哼，好，我李福才算是看出来了，我从来就没这么低三下四的求过人。哼，我这次知道了什么叫虎落平阳被犬欺。你说谁是狗啊？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？离开了陈家，你也不过是只死乌龟，再也难翻身了。你，我劝你福才少爷，你最好还是赶快走吧，当心啊，走的时候不要被人发现哦。我。夫人，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福才少爷啊。他能跑到哪儿去呢？哼，见钱就拿，东窗事发就躲，不敢回来啊，算他有点羞耻心。丫头。要不，小六，你再去福才哥的朋友家找找看吧。甭找了。不等他了，吃饭吧。吃饭。我进去呢，还是不进去？做的这些事，婶婶肯定生我气了。不管了，我先填饱肚子再说。
小六、小凤都还在找，你就放心吧。反正镇上也没多大，福才这么大个人，还怕找不到吗？我才不担心他呢。那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他最好死在外边，省得回来惹我生气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气话了，你的心事我还不懂。现在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拿了水租，你叫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？他最好永远不要回来。我怎么对得起李家的祖先呢？行了，玉慧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你看，夜已经深了，你的身体又不好，玉慧，赶紧回房去吧。啊，啊，走吧，走吧。烈红啊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就不用这么辛苦，每天来来回回的。我这家里难道还没有你这怡春院舒服吗？林老板，我是为你着想啊。你想想看，你做生意这么辛苦，家里的夫人又这么多，到我这来多好啊！只要你答应，我把他们都休了，所有的时间我都用来陪你。啊，休了。那你是不是等我人老珠黄的时候得把我给休了呀？哎，那我怎么舍得呢？我疼你，我疼你还来不及呢，你怎么就不答应我呢？这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？我现在天天都陪着你，我以前可没这么陪过男人。你要是还不满意的话，就去找别的姑娘吧。哎呦，生气啊？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我的小美人。哎，我就是拿你没辙啊。好好好好，我等啊，我耐心的等啊。哎，快别撅着小嘴了啊，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。哎，这就对了嘛啊，你一笑特别美。哎，摩托车停一下。哎，怎么了丽红？林老板，啊，我想给我的乡亲买点东西。我上次不是给你买了一大车了吗？这是做善事，怎么还有嫌多的嘛？哎，这倒是，这倒是啊。那你看看还需要买些什么？车夫，哎，在这停一会儿。哎，好的。哎，林老板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我老乡见到是我买东西，肯定不收我的钱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好，你在车上等我，我去取就来啊。哎，林老板啊，别让我老乡知道是我让你去买的啊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的小美人。刚好，最近华北闹水灾，他让我多捐些物资。您夫人啊，可真是个大善人，您能娶到他，可真是您的福气了。啊啊，哎，是啊是啊。林老板。啊啊，这个来三麻袋。哦，三麻袋。吴秋，啊，这要三麻袋。哦，好。哎，外面车上那位是您夫人吧？啊，还是老板娘眼睛尖啊。您夫人长得漂亮，心地善良，您一定很疼她。那还用说，整个怡春院就没有一个姑娘能比得上她了。林老板，您可真会开玩笑，您怎么拿自己的夫人和怡春院的女人比啊？哦哦，开玩笑，开个玩笑啊。
哎，行了，大概就这么多了。嗯，待会儿把货送到这个地方来啊。知道了，谢谢林老板。林老板慢走 啊。林老板慢走啊。胭脂啊，你在这帮吴秋忙，我出去一下。哎哎，俊宁，哎，吴秋，你看这个林老板又订了这么多货，真是大手笔啊。哎，您坐好啊，老板。好，走吧。好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林老板，嗯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哎，谢什么？我说过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，只要你答应。哎，林老板，你不是说你还有事吗？时间不早了，你赶快去吧。啊，我是该走了。晚上打扮漂亮一点。嗯，你去忙吧，我等你。王老板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里边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个林老板来买的那些东西都是丽红姑娘花钱叫他来买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进去！我要进去！哎呀，你不能进去！让我进去吧！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！喂，你这卖杂货的又来干什么？甄姨娘，我要见丽红。见丽红？啊！丽红被你害的还不够吗？走走走，我们这儿不欢迎你。那走，我一定要见她。你一定要见她？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见她的。啊！长虹，哎，把她给我轰走！哎，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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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还钱给她的。再说一遍，我刚才知道，原来我店里的货是丽红花钱买的，所以我打算把钱还给她。啊，哎呀，原来如此！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啊，进去玩，没事了，大家进去玩啊！请。哎，王少爷，哎，您下次再来啊，哎，再过来。丽红，丽红，吴秋。你怎么来了？人家陈家姑爷知道你的好意，总觉得过意不去，这不把钱给你送回来了。你要把买货的钱还我？对啊，我不可以让你白花冤枉钱。
得什么是爱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只是个大哥哥了。都别说了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没有关系。你走吧，锦城。替我送送无求。